看看，这孩子们，他们出去买吃中午吃的去了。我们出去涮羊肉、涮活虾，然后我把吃的给他们准备出来，进门就吃，全是好吃的。西梅，出门在外吧就容易大便干，吃点西梅通便的。这都是，你看这西梅特别好，软着呢，它没有添加的。这个，早上看。全都是没有添加的，还有这个黑芝麻派，还有这个玛丽，这也不错，这干果不甜的，这是因为有一点点咸，然后再吃饭回来肯定就饿。你看水果，这瓜是在这儿买的，我怕我白天睡觉，我带了咖啡，这个赏不咖啡啊，特别便宜，你买四盒合适，他送还99吧，一袋还几毛钱，给买一盒，买一盒亏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们都买东西回来了，全饿了，全吃呢，全吃那枣仁派呢。枣仁派好吃，女孩子多吃吧，别仗了，你吃你的。还挺配合的，这举着他们家老二那大核桃，打开大核桃给他们看，这枣仁派一点那个渣子核的渣子都没有。来来，快点，新鲜。就根本就能看见，看见大核桃。嗯，是，里边全是大核，都是新鲜的核桃。给我来一个，这些给我来一块。那行，我少吃点吧，我吃吧。来，我闺女怕我甜。核桃仁很好，枣也特新鲜。这批包装的没有籽儿啊，原来那核桃不好，有籽儿。看我带的，有人说那锅碗瓢盆用人家说脏，我这都是我自个儿带的，这个锅也是我自个儿带的，那个锅也是我自个儿带的，我还带了一饭锅。生蚝，生蚝有蘸料吗？是涮羊肉。这是什么？鲍鱼。哎，他这儿的鲍鱼才3块钱一个，在我们北京得7-8块，小10块。开始涮羊肉。鲍鱼真鲜。你要一勺就够。这儿的羊肉37一斤，咱家那边好像48，不知道它是肉。把那羊肉放在桌子上，这还有一块地儿。火锅，鱼保温，大火。小心啊，死了！哎，保温，就这，这个，这个，那我爆了啊！好，小心这个瓣啊！生蚝蘸什么酱？是有汁儿，我这边的。最后一顿就到外面。行，这手了，下手交给您了。没错，把那锅拿来。这可比昨天那个看着好。拿鸡蛋，好吗？啊，不会点的，你知道。哎呦，四斤。这儿来鸡蛋，你不扔地下了？哎，你别这，个人扔个人的，你不够事儿。哎，哎什么？哎什么？上什么？都搁那里了，吃着呢吗？你怎么锅？哇哦，汤！您别动手了，你吃，你们家吃吧。行嘞，没说你。累累，开吃嘞。这回看看比昨天怎么样？看看，绝了。你又打不开，就打了这么几个，那你来吧，还是好吃。看来还得回锅呢。不能回锅，这千万不能回锅了。那打不开了，拿住药，拿住勺吧。给咱那什么撬，这没勺。呵，都这大扇贝这么大。拿筷子行不行？筷子够。刀子，那儿不是这刀尖吗？好的。但是别那什么，我尝一个。我觉得那什么，那刀子我怕掰折了。太好吃了。那刀子太软。是。今天特别重要。Oh boy。请点赞关注哦。